我觉得我中型的蒙肉了，你可以摸摸看，它可以摸得出来。你看这头顶，怎么感觉有点，对不对？你在碰碰碰点形状也像。碰碰碰，你头上有个揪，它那没帽子，我摸了。哇塞！因为妞妞刚去上学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惊喜给她。你知道三丽鸥的 character 大赏谁得第一名？露露啊！所以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庆祝露露第一名，买爆露露香槟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个露露过来当后面。本来想要10000块挑战你，可是我超预算了，太可爱。我买了很多是三丽鸥 character 大赏的限定周边，但是还有一些是我觉得好看实用的。你准备接收礼物了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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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大袋，不要看哦，直接摸，直接摸，这样比较惊喜，因为真的不知道。我已经够兴奋，哦，好可爱！对，已经够兴奋，然后它出5-7这一个这么大才200克，两面呢。这个真的可以用啊，这么多种哦，现在很需要吧？哦，好凉哦，种类凉吧。7月份的一系购新本，这个就是这次得奖的前6名，露露第一名，碰碰第二名，库洛米第三名，菲洛迪第四名，他翘狗第5名，跟 Kitty 第6名的样子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限定咖啡是新的 New Character， 很可爱。之后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拍这个咖啡厅的话，我们再去。你用摸的，不要看。哇，可爱。很可爱吧？这个是相框，因为这一个我觉得 CP 值还不错，它是1760块，比想象中这么大哎、欸！它这个这么大，而且又是cinnamon的，哇塞！有没有这个 CP 值很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很会选物。它是分成4层，一个是背景，然后一个是这个，然后这一层就是可以放东西，然后这一层是最后一层，亚克力小小牌子。有这些，哇，好可爱！而且你看哦，是露露得第一名的，露露有皇冠的，哦，可爱，漂亮吗？极光的，我最后才播露露了，自己拍的那个顺序，可以放露露的卡片在里面。它还有这些种类，大集合，我看这可以摇一摇。它是可以动的哟，感觉会把它弄坏，肉的其实快炸了，你可以吧？所以我尽量不买太大的东西，免得炸掉。这边1760块，台币是479块，好像还行吧？它蛮大的，所以我觉得算划算。好可爱的，有没有喜欢？有。来下一个，跟你讲，我买这些保证你全部都会喜欢。是 sticker， 三丽鸥 character sticker， 它可以让他们坐在位置上。它是594块，然后它还有椅子哦。我们稍微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露露的比例就是这么的可爱。给它坐完位。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大家知道吗？鲑鱼。小刀都无法对焦。很多呢，这垫子超多的感觉，就是还不错。下一个摸彩了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有摸到肉。没有，它特别的小只，你要这样压下去你就知道它很大，因为它感觉它小小的。我说什么呢？买没了、欸，没有中哦。那你要再去摸一次吗？然后它是你装水之后，它会照上去喷水。它有这么多的种类，然后露露特别小只，所以要摸的话，你就算摸到那个东西很小这样。哇哦，这个卡片来，我要拿我上次抽到谁来给你们看。这个不是三丽鸥 character star 上，但是我蛮想抽的，385块。来看一下我之前抽到的库洛米帕恰的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两个，嗯哼，它一个里面是几张？4张的意思。希望有露露手气，感觉有呢。它每个背面长这样，哦，它有3张，加这个是4张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
一二三，蹦蹦不离，也不错，可以。蹦蹦是第二名哎，还有这个送这个贴纸，这蛮可爱的啊，我觉得我抽的不错，很赞哎。对，就只有这张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好像不是双子星。这个蹦蹦好可爱。你看，我至少抽到第二名的手气。下一个，对，这个，哇、哦，那哇，哎、哦欸，这是看一季过新婚礼的。哦，书签。书签，书签，对，很可爱，才110，所以就买了抽运气。因为我觉得我这种型当蒙肉的，你可以摸看，它可以摸得出来。你看这头巾。怎么感觉有点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蓬蓬布点心穿一下，蓬蓬布头上有个揪，他都没帽子，我摸了。哇塞，中哦！你看我是不是摸中了？吃过，マシマシ。你知道我刚刚就是摸它这个上面是这个形状，因为它可以摸得出来。你在32种类里摸出来嘞？对，很可爱吧？来，再来下一个，这种类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是 Sanrio Characters， 你可以全部拿出来，因为超可爱的。我买了4个，主要什么这个我买两个，因为太可爱，我很怕我抽不中。这种摸不出来，它摸不出来，它里面有纸卡。第一个反而已，哇，好可爱哎！它是 Soda 的双子星，它就是迷你的这个，你看很可爱吧？它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可以摇的立牌。Kitty。梅隆 soda 也是很可爱的梅隆 soda， 因为我今天很双子星，它是香水，想不想要去 revenge 一下？revenge 双子星的香水，这也是很漂亮的。哦，可乐，哦，这是 crepe， 对，可爱，也是很可爱的。那个香水的话有这些 crepe 的系列有这些，下一个。压了一个，对，要把干巴子摸出来。像听到声音了，他召唤我。这个街真的很 number one。一个是选了你喜欢的框，跟喜欢干巴子，第二名。太酷了，越后面越酷。我知道你真的想摸到拿到那个毛毛的东西。我要最后再开。它这个你可以直接别在你身上，你可以别在包包。太高级了。Dolly，第一名哎。它是一个徽章。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徽章的壳，把它放在里面，这就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东西的其他系列长这样，我都有拍照。下一个呢？哦，对，现在头发比较短，你可以这样子。可以，它是792。因为妞妞现在的头发很适合。台币215，一个100多。还可以，因为我觉得它质感还不错，因为你看它这样厚厚的，很可爱。然后一对的，有蛋。又是双子星，它是那个雨伞架，好可爱。就是日本有很多那个什么雨伞嘛，透明伞，然后他们就是带出去怕透明伞被别人拿错，所以他们就有出这个透明伞的环，你可以吊在你的伞上面。这个全部角色长这样，然后你看你可以挂在伞上面，很方便，好可爱。感谢状，这是赠品。这一次的赠品就是你只要去这个期间买东西，会送你一个感谢状。你知道我是一个本子怪，330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这种是可以这样撕掉的。嗯，对，里面有肉的。正面。很可爱吧？正面。没下卡。我们很会买。好会买，店里有这么多肉乳，我都不知道的。对不对？你都没有仔细的。哦，我摸到一个软软的。它是全部人的，对，它是 character 大赏，然后我是买肉的颜色。这个其实可以收藏起来，可以，但是还是可以装你的小娃娃或者是你的亚克力。它有出很多颜色，你的推的人物放在里面，然后它还有这种比较大的包，跟那个大的托特包长这样。这两个是正品，对对对。这个期间买的话会送这个事情，剩两个东西。哇！桌垫、电脑桌啊，拍花鼠垫，赞不赞？赞赞赞赞赞！这我看他看很久。其实你很想要它很久了，对不对？超可爱，对，因为你现在刚好电脑装好了，有没有？我今天装了一下。你要去你的书桌写功课了吧？我会用这里写功课。你要垫在这里，不是垫在电脑桌。可以像吃饭吗？不行啊，那个是滑鼠垫，要压着要出来。我那个毛毛的到底是什么毛毛的？这一次的里面的必买之物，纪念他的。他是不是你的王子？两个皇冠。是吗？是。他穿着王子的衣服，超级可爱。我有挑过脸哦。而且我挑过皇冠特别正的。
很可爱吧？可爱。这就是这次的爆买，庆祝露露的爆买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当然是这个啊。可爱，这个也很可爱。你好会买，这个也很赞。这是今天开箱的全部。你猜猜多少钱？就一个发票，15000左右。5000。15000，然后从5000。我这一张写5000。15334，然后一气购新闻220没有算进去，还有刚刚那牛蛋也还没算进去，所以差不多15800多块左右。整个爆表哎！本来想说要买10000块钱挑战，可是10000块钱买那一只露露就已经没东西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只露露就3980还是多少？太亮亮的。对啊，很可爱吧？太可爱了！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，你们有没有去投票，投给谁呢？你们的推是谁？可以在下面分享给我们，分享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？然后喜欢大耳狗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，还有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露露的话，在下面跟我们说，我们现在就看更多露露。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小铃铛的所有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咯。还记得我们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对，周一直播，周四 shorts， 我们就明天晚上7点见咯，拜拜拜拜。不开心，有没生日买这个那么多好东西，太可爱了，太酷了，可爱。这个要这样子给他 number one。 Number one。